载先进价值服务系统，比车联网的科技为基础实现，其中包含光达感测器、高精度仪以及 AI 计算，更是当众可见。交通事故频传等问题，也为民众的生活带来便利，已是国际间重要发展趋势。
山坡的产业动能，其中社区接驳、物流运输等也将逐渐融入大众生活。感谢所有计划的参与团队努力与坚持，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未来。